么是小鹿干的好请问问边个位啊？哇，我哋系新风快运啊！你嘅集运已经到咗啦，真系唔好意思啊，要你等咁耐。要确认快运，只需要按一次就可以啦。集运会即刻咬俾你。即咁厉害咬俾我，睇嚟走得出。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トシカです。最近天气真的很热，大家记得补充多些水分。做什么呢？今天在我的旁边就一箱二盒噔噔，很久没淘宝了，中间间中都有淘一两件下来的，但是大量呢今天淘了差不多二十盒东西下来，跟大家一起来淘宝开箱。好，事不宜迟了，拿起我的铰剪就开始拆箱。我们由细件的开始拆起先。这一箱是什么来的？都有帮同事去买少少东西的两件，对了，跟着其余呢都是我自己的纳米。这个我知乜嚟嘅，是一个保湿机。哇，几得意喎！有冇电？哦，插电嘅。这个呢，我都唔知点用，要研究一下。总之咧，就是放啲水入去，跟住咧啪一啪，呢度就会喷啊！着咗灯添，因为依家里面冇水，所以就冇得睇点样用噶，其实。跟住又是细细箱的一盒嚟嘅，得一件好细嘅嘢嚟先。噔噔，陪伴咗我好耐嘅 iPhone 5咧，都系时候要转一转啦，因为我好耐啦，用咗差唔多四五年啦。咁我买咗个 7 Plus 啦，所以咧我就准备咧帮佢办领呢个系Luna 的貼紙，是可以感應到手指模的貼紙來的。 Fiona 也有一個一模一樣的，我旁邊有一箱，有一箱不知道什麼來的。這個是，哇，這個是那個大嬸鋪那裡買的，叫做，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忘記了叫什麼名字， Inscription 那裡看看。這個是煎雞蛋用的，是的，煎乜嘢都得嘅，我谂其实系啦，煎一个花蛋啦，跟住煎一个星星蛋啦，系啦，几蚊鸡一只嘅啫。跟住咧有一支彩色嘅原子笔，都系好平嘅啫。跟住另外咧买咗个 con 嘅，应该好方便啊。其实這些呢啲咧电器咧，全部都只系需要用呢個 USB 插電，唔使入電芯，真係好方便，都可以入電芯喎。另外就係咪黐實咗嘅？洗乾機嚟嘅呢個，好得意喎！呢個乾盒波波咁樣樣，直接用手都打得開。呢個係乜嚟㗎？鋼化玻璃，哇！依家嗰啲包裝做得咁靚，鐵盒嚟嘅，哇，做得好靚喎，有個盒裝住啲嘢嘅喎，有個嗰啲鐵芒嘅手工包啦，哦，呢個係我個 Galaxy 嗰個Samsung 嘅電話嚟，呢個咧係啦，買咗兩塊，唔錯嗬。我幾中意，因為佢包裝得好靚。開始，你使唔使每次都買啲 Chanel 圖啊？不過呢個咧係幫我同事買嘅，哇，好靚喎都。我呢個係 iPhone 5，呢個係 iPhone 6嘅 ，6 Plus 啊，一模一樣，係啦，哇，好唔錯啊呢個。三十幾蚊啫，都係同呢個一樣。不過我呢個就係 iPhone 5嘅細啲，呢個 iPhone 6嘅超大，呢個係好輕嘅。頭先佢拎入去邊度？
貼在那個 iPhone 7後面那個相鏡頭那個位置的一個貼紙這樣，好漂亮啊，準備幫我的 iPhone 7辦好。哦，我知道這個什麼來的了，做指甲的，可以磨指甲的，這樣呢開了它就會轉，然後你就可以削磨你的指甲去你喜歡的形狀，去收一收甲咯，愛你嚇死我，一打開以為撕爛了一些東西，沒有。這個是什麼來的？哦，我知道了，這個是都是 iPhone 7那個鏡頭的貼紙，貼在鏡頭上那等它不要那麼容易花的，哇，原來是這樣，這個就是那個鏡給我鏡下去，還有這些酒精給我抹下玻璃啊，那些就乾淨一點咯，怕掉漏東西。哦，這個是 iPhone 7Plus 那個分插頭，這個是用來給他聽歌啊，對了，自拍器啊，用那個插頭。跟住呢就這麼大包的。咦，次次都買這個，你給點新花款啊，你燒啦你。想試一下，不想經常用這個，所以呢轉了做這樣，對了，挺漂亮的，不過很可惜就沒有鏡咯，我都喜歡這個，挺有趣，還有一條鏈添啊，你看啊，這樣咯，這個是什麼來的呢？美容碌碌棒啊，以前我學校呢都有類似一些這樣的東西的，這個感覺啊，哦，很舒服，哇，很正，貴的呢，有牌子的，買成千多元，是一些鋁合金啊，還是不知道什麼金的，這些只是普通膠咁嘅嘢咯，但系碌落去都舒服嘅。呢、這個只係十幾、三十幾、十幾蚊嘅啫。哇！我知呢個乜嚟噶啦，望遠鏡鏡頭啊，就有一卡呢、這個。想唔想試下？大家見唔見到我啊？哇！偷拍用，愛嚟偷拍啊！咁當然啦，大家千祈唔好亂嚟啦，唔好買完嗰啲鏡頭走去偷拍人啊嚇，好缺德噶咁樣。呢個咧，大家都知道小鹿住喺荒郊噶啦，咁樣呢啲咁嘅地方咧係非常非常之多呢個蚊子啊蚊蚊喺度嘅，我就買咗一盞蚊燈，係咪蚊燈定蚊香啊？怎樣打開它呢？咁總之開著咗呢，嗰啲蚊蚊呢就會走入去係啦，呢嚿嘢咁最終呢跌曬落嚟呢個籃裡面呢，我希望有用啦，因為我瞓覺有陣時真係俾蚊針醒呢係好困擾啊，所以我要搵啲方法呢去對付呢啲蚊，就買呢、這個好似個咕咕咁嘅蚊燈落嚟，對付啲惡蚊。手飾箱係啦，相信佢唔會介意我拆開佢啲嘢。係棉嘅，仲有鎖匙添啊，可以鎖住佢噶。咁裏面咧，呢啲咧可以勾嗰個頸面啦。呢度咧可以放將啲頸面塞埋入去呢度。咁跟住咧。兩層的，裡面就這些格子可以放手鏈啊，那些上高呢放耳環啦、啊、戒指啦、啊、這裡又可以放手鏈啊、耳環戒指啊，對啦，你喜歡放這些都可以，哇，好靚啊這個東西，這個我叫它做按摩龍爪，按頭龍爪，因為這個好真的的，這個東西叫做龍爪，是啦，是我可唔可以試下咧？我諗下又唔介意。哇！一買翻嚟已經污糟咗啦，係咯，先知。就咁樣按就痛痛地咯，都痛痛地噶，我覺得。但如果開著咗震嘅話，應該都唔錯。
呢個係我個 iPhone 7嘅，係咪？定係 iPhone 5？送啲貼士咧，有一個已經污糟咗啦。跟住唔知點解仲有一嚿呢個嘢喎，係乜嚟？藍光嘅喎，係啦，見到藍光嘅，係護眼嘅喎。呢個係 hair dry 毛巾，吹頭嗰陣時咧。吹頭嗰陣時咧，咁我就一邊抹一邊吹咧，咁個頭咪快啲乾，哇，好得意啊！送咗一本呢個妹頭嘅寶冊俾我，我好中意飲即溶咖啡嘅，所以咧就想買一個呢個嘢落嚟。佢哋話打蛋都得嘅喎，但我依家未有放電芯入去，放咗電芯入去咧，打開咧佢就會震。咁就可以幫我沖咖啡飲啦。呢個係咩嚟㗎？咁靚嘅，哇！呢個係好痛嘅一樣嘢嚟嘅，拔毛器嚟㗎，係啦，拔下手毛、面毛啊，但係我唔識用喎，整爛咗喎。有嗰個側邊嘅棒，譬如就喺邊咧插入去。煮咁出嚟咧，就變打咗個結噶啦。呢個應該好熟悉啦，我諗係我幫襯開嘅。畫畫用具係啦，畫一堆喺裡面。首先咧就有呢啲筆啦，係啦，啊水晶筆嚟㗎，水晶筆。擦膠，但係佢可以自己搣形狀嘅。有筆跑，送咗筆跑俾我。跟住呢個買翻工用嘅淘寶帶，我好想用淘寶帶，所以就買一個。呢個係佢送我嘅，送咗一盒顏色筆俾我喎，實實盒幾得意喎。一本簿畫畫嘅簿，呢啲係膠片咯，愛嚟俾我墊嘢畫嘅，幾得意。素描簿係啦，買咗好多簿，但係都冇乜點用過。今次在美術店的重頭戲呢，就是墨黑筆，是啦，好深色，好深色。另外那邊黏毛好一點，好出色，是啦，但是都是會比較難控制的，如果是這樣。還有這一樣未拆，不知道什麼來的，好似個快點咁樣，一個紙嚟嘅，背後嗰個貼嚟嘅，貼喺後面嘅，係啦，我中意呢個花紋好靚，好 classy 啊，好玻璃感覺啊。最尾一箱就拉屎啦，今鋪，我哋又要等遲啲再一齊討論。我買咗一個超大嘅化妝箱，見唔見到啊？可以放三層啦，中間又咁大，都真係幾大喎！呢個咧只需要40多元，仲有 Gucci 同埋花花嘅上過，上次嗰個就冇咁靚啦。主話咁快咧，今次小碌圖翻嚟嘅嘢咧，就係咁啦，咁多都唔少喎，嗬，都有成都30多件以上嘅嘢啦，係啦。呢個真係好得意，我好中意呢個嘢，中意。今次呢啲嘢咧，就記得俾翻一個燈濕小六啦，都可以 subscribe 小六嘅 channel 啦，同埋記得留意住我遲啲咧就會攞嗰啲淘寶淘翻嚟嘅畫具咧去試用一下，睇下係咪真係物有所值先，又平又靚又正先。咁就記得留意住小六嘅片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隻手指尾特別長嘅，點解？無奶，人哋嚟俾運費喎。サラダ油。我俾咗啦。咩？我拼冇錢就冇去淘寶啦，混吉嘅人，笑啊你！